各位现在看到的是一段极其珍贵的影像，影像记录了1946年蒋介石携手宋美龄视察美军军舰时的场景。视频拍摄的地点位于今天的山东青岛。在此段影像中，除了大量国民党高官陪同外，就连国民党军统大佬戴笠也罕见地出现在镜头前。戴笠作为民国最神秘的人物，有关他的影像可谓是寥寥无几。而就在该段视频拍摄后的一个月，也就是1946年3月17日，军统局大佬戴笠便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坠机而亡。所以此段视频可谓是戴笠生前的绝版影像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跟随历史的镜头，一同来看看这段珍贵的影像吧。